吧？橙子。我十年都是要行过去。我答噶，直接我答噶。我都系咁讲噶，我承认。行嗰边出去食啊！有冇见到？即系呢个事件面色食。会行二千啦，行台行二千，爬头爬头再爬头啊！我相公做咩？我都要三百多米。吓？我都要三百多米嘅电话线，需要嘅相公。应该系三百多米做收工，但系全日车嚟翻啦。只是窩蛋而家係今個月要窩蛋，因為條海山發曬窩蛋就我做乜所謂一啲人要翻翻學就其實咁我學生睇到呢個廣告係，你點開始？我真係講緊。好了，推薦到此為止了。